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极简单的素纹花的棒针花样。这款花样呈现镂空状的，特别精致漂亮，用来织毛衣、帽子，包括围巾都是可以的，而且极有弹性的一款花样。它反面是这样，很平整。花样呢是三针一组花，我们起针就起三的倍数加一针，然后再加两针边针，也就是三的倍数加三针。花样呢是六行一个循环。就这样的花样，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取了15针，4组花，也就是3乘以4加1再加2。来看第一行，我们就织一行下针。第一行是反面行，也就是说这个花样是从反面行开始的。第二行的织法。边针，我们织一针下针，但是这一针下针我们是绕两圈的，就这样。然后再织两上，重复这个组合，一下绕两圈，然后再两上，一下绕两圈，再两上，就重复这三针，一下绕两圈。在两上，最后边上剩一下绕两圈，一边针。来看第三行的织法，边针我们线上划一针，划到这一针就是绕两圈的那一针，我们直接挑开不织，然后再线下两下，重复这三针的组合，我们继续。线上划一针，然后再两下，继续线上划一针，两下，线上划一针，两下，最后边上剩线上划一针，一个边针，第四行边针，我们织一下。我们划下的那一针，在第四行我们织下针，然后就是一下两上，重复这三针的组合，一下两上，一下两上，一下两上，最后边上剩一下。一边针，第五行边针我们就织一上两下，这一行也就是看到什么针织什么针，重复这三针，一上两下，一上两下，一上两下。最后边上剩一上一边针，第六行边针，你看我们这个从这一针的下两个孔，一二，我给它拉出来一针，拉出来之后再这样套回左棒针，这两针一起这个扭针二并一，然后再两上。重复这三针的组合，我们继续从下两个孔一二拉出来一针，然后再套回左棒针上，接着织扭针二并一，然后两上，我们继续重复下两个孔拉出一针，再套回左棒针上，织扭针二并一，两上。还剩最后一组，给它拉出来一针，套回左棒针上，再织扭针二并一，两上。最后剩的是边上的针数，我们同样下两个孔拉出一针，套回左棒针上，
再指扭针二并一，啊，最后是个边针，啊，这个三针六横的花样到这里就完成了，啊，多织几组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，特别有弹性，织围巾啊、帽子啊都是可以的，啊，下面你就始终重复这六行的编织循环去织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